各位朋友大家好，这是在亚利桑那40号公路，从那个旗杆市往 Kingman 那边去。刚才是下雨了，一下雨了以后，你看那边是铁路，美西的铁路货运，看长长的，像个接龙的蛇一样。亚利桑那和新墨西哥，今年下雨还是下的多的，气候变化了，气候变暖了，这边也开始下雨了。一下雨以后，这边也是绿丛丛啊，绿意浓啊。看这边，还是有的地方还是在下着的，还是依然。因为是这边是离那个大峡谷近，大峡谷的气候不一样。今天的凤凰城是有那个沙尘暴，非常高的沙尘暴。气候保护，气候保护环境，我们人人都有责呀，都有责去做出这种保护气候保护环境的举动，从自身做起，这就有这种路边还是有这种报废的轮胎垃圾，各种都有。这边这个像牧场这沟啊，就有绿色，就可以长起来了。这边用的也是这个木的电线杆。40号还是非常繁忙的，大动脉。看看亚利桑那北部的风景，就是这么的不一样，这么的气象万千呢。